找他前男友的爸爸嘞，哎呀，走中堂真是尴尬，这样，就是很辛苦的把它做完这样。那我觉得，这些年撑着我把它做完，好多好多时间我真的做不下去了，那个钱也不够，东西也不知道怎么做。那我觉得撑着做完只有三个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，现在归纳起来，第一个真的不要说我跟我们所有的听，真的对从前的台湾太好奇了。我是江西德安人，我对德安李家或者文化中国只有一种抽象的情感，我真的我也不会花五年去做那个德安李家的故事这样。那我在台湾生台湾长的那个磁场，那台湾从前到底是怎么样，人们为什么仇恨，那个我真的很想解密，大家都很想解密啊。这个东西撑着大家把它做出来，很多东西都很考证的很辛苦。你说为什么人最后坐在一个大木桶那个林献堂，你知道从前人是什么渡海的，你一点概念都没有吗？其实很简单，人就叫划了三板到大船，可是当时没有救生设备，没有救生衣，没有救生圈，就只能坐在大木桶里面，万一翻船了还有一个救生工具，就这么简单，这个都要考证的。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从前实在太好奇，台湾真的不是只有廖天丁跟吴凤这样就把它收密把它做完，那我们还要继续收下去了，就还要做下集。那下集会有它的简单，有它的困难。它的简单就我们做过一次了，就有东西给人家看了，有一种态度了，比较好找资源。它的困难就是，那个越近的历史越难讲，就是这个大家意识形态已经成型了，你更难解释这个东西的，那还是要做的。那我觉得第二个就是说，就是给下一代，就是不能再给他这个用政党的观念再去看。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是受害的，因为是被灌进去的。他家写的最好的一本文献是那个美国的学者叫麦斯基尔写的，50年前，他就把台湾整个的移民的结构写得很清楚，社会制度写得很清楚，无论是林爽文的乱或什么乱，你就很清楚为什么会乱。他就讲一句我们也谨记在心的观点，就是说中国人老是拿中跟奸、乱跟平乱去写历史，就是我执政我就是中，你乱我就来平乱，这样就只讲过程跟结果，你从来不讲为什么乱啊，哪天他乱到把你干掉了你就变乱了，他就在解释历史了。我们中国人接收历史都是无论三国演义、水浒传、罗通扫北、那个薛平贵征东，基本上就是八点档连续剧，就是好人打坏人，这样就是只有英雄，那英雄当然有狗熊嘛，那谁要做狗熊，那被关公杀的都是坏人呢，不是这个概念嘛。就是说给下一代，我觉得你不要再从政党的平面的东西去给他政党的情绪跟利益，这样再去给他们这么短线的，我觉得应该给他们一个更有智慧的、更有距离的、更多元化的、更多的资讯，告诉他们整个社会制度是什么样子，有共产主义，有资本主义，各有好坏，然后你要知道过去你才能面对未来嘛。这是台湾自己的，它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嘛，你只能当人家棋子嘛，可是你要更有智慧嘛。你台湾现在没有世界新闻的，没有世界观的，每天就是那猫是狗是呢，看世界新闻也是 CNN 也是美国观点，你要给小孩更多的，下一代不要再让他们受害了嘛，给他更多的资讯，更多的智慧，让他去他们做一个更有高度的思考跟抉择嘛，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该做的事情嘛。就是这个是第二个原因，最后一分钟，就是第三个原因，就是我觉得那个这是我们自己的话语权、自己的故事、自己的历史。流行是很快的，台湾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流行文化很快的流失了，大概最好的歌手到那边去讨生活了。那历史是搬不走的，这是自己的故事，你不做你历史就过去就没有了。李安为什么要做色戒，你不从人性的观点，不从那个女性的观点，不从人民的观点去看这个事情，以他的能力，以他的资源，他不做就过去了，就没有了。你给大陆做就是风声，就是只拍星球的东西了。你给香港人做就听风者，就是华丽的那个谍报战跟狗血的爱情啊，就我不做这个东西，可能真的就永远被学者或者被政党就掩埋下去，这故事就没有了。你将来给大陆做，将来大陆急着在解释近代史，就解释历史了。我们不做，下一代就没有了。你看到
将来你就知道将来台湾所有的大宅院全部都变成是乔家大院了。这个，我觉得这越做 越用心，就是说赶快把自己的历史留下来， 你有东西留在那边。就还有一个最后就是说，我觉得真诚比真相重要。就是 我不讲说我们做一个新的教科书， 我想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书给 下一代的人，更多元丰富更有高度 的思考吧。谢谢大家。谢谢李导演啊，那个我请怀英护送他到西厅去，因为西厅的客人在等他。非常谢谢，非常谢谢各位啊，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。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聚会哈、啊，那其实信托壳进入第五年啊，那能够撑到现在都是靠各方面的帮忙，也希望各位啊继续关心信托壳，也给我们支持。那李刚导演他其实也是非常希望他这个影片，假如各位觉得值得推荐的话，也可以多多。推荐给各位的这个朋友，在九月这个正式上院线上映之后啊，也欢迎更多的人来观看这个影片。今天晚上谢谢大家。各位，那个电影票如果还没有换饮料，口渴可以换爆米花，还有停车证，请到二号售票处旁边的二号窗口去销。那个去消磁好吗？谢谢，谢谢各位，明年我们再举办，希望各位再来。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们安排三场，所以是有一点在赶场。很抱歉。慢点，慢点。来，帮你拍一张来。这个历史见证，对啊，真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贺启宝宝，嗨，你好，赶快来抢镜头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也跟他的主管他主管对对对他主管非常的记者娇小的感觉。